今天又请来了这两个小帮手来帮忙。你瞧这个小独苗守着奶，不让他俩吃。这两只小家伙在打游击战，一直在消耗他的体力。这两个小帮手开心的合不拢嘴。你瞧，这家伙终于扛不住了，要躺下睡觉了。他俩一会儿就开始吃奶了，你看，开始给狗妈妈亲近亲近，熟悉熟悉。你瞧这家伙已经习惯了，往这一躺，这家伙终于忍不住了。你瞧，把人家给欺负的，打起来了。你瞧，把人家给欺负的，直接按着头，是不是？太强势了，这一只小独苗。你看，现在这两只小家伙想吃奶，都得经过他的同意。这家伙又开始欺负妹妹了。这一只是个弟弟，这只是妹妹。你看，挨个的欺负过来一遍。你瞧，把弟弟欺负的都不敢动。哎呀，你瞧给吓的，现在吃奶就得经过他的同意。你瞧这家伙越来越厉害了，为了争个奶吃，你瞧这家伙凶的。看来这两个小帮手今天是帮不上忙了。哎呀呀，这家伙还知道反击呢。你看，狗妈妈也是比较无助，不知道帮谁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。